相信每一个友善行动都能为环境带来正向的改变，透过研发降温节能收音机模式，自建太阳绿能，音源输入模式，这是 AUX 蓝牙模式，是蓝牙模式，蓝牙连接成功。四颗喇叭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可以接麦克风，可以接随身碟，可以接 TF 记忆卡，就是 micro SD 的记忆卡，然后可以接 AUX， 可以接资源 3.5mm 的音源接口。可以接电视，这样子不用1000元，声音